欢迎嚟到学界体育比赛嘅时间。2020-2021学年学界比赛嘅首个项目越野跑，喺2020年11月15日喺熟悉嘅松山健康径上演。28间学校366名选手报名，会争夺男女子 A、B、C、D、E 一共10个组别嘅赛事锦标。率先冲上女子 B 组嘅赛事，22人上阵，当中5个咧嚟自花地马。女 B 咧斗3个大圈，4500米。近年咧冇乜突出嘅选手，水平咧比较参差，但系今届前10名嘅成绩咧，总体都系比上届要好噶。咪嚟到缆车嘅小山丘，咪陈丽丽咧大先少少，不过比赛啱啱咧先开始嘅啫。落车阶段已经分开咗2个集团，花地马嘅欧阳以聪同埋上届冠军林双友咧蠢蠢欲动。林双友咧上届以16分19秒夺冠，今场首圈尾声，第一集团之间嘅距离咧就唔算大，形成咗林双友斗欧阳以聪嘅格局。林双友之后咧利用长命尺嘅大好机会，将实力稍逊嘅对手抛离。欧阳以聪首批第二，宋思晴第三，陈丽丽咧第四，林双友喺第二圈不断啊扩大优势。加油！加油啊！欧阳以聪亦趁住落车抛离第三名，之后咧再挑战头位。然而林双友越战越勇，话咁快就进入最后一圈，冠军在望，一心咧要快过上届嘅时间。最后一圈的尾声，冠军咧冇乜变数啦。一直守喺次席的欧阳以聪回头一望，第三位咧就换咗人，赛高张清锦咧上咗嚟。最终林双友大热胜出，时间16分18秒，就比上届咧快咗1秒咁多，卫冕女 B 冠军，为花蝶马进账咗今届唯一嘅金牌。队友欧阳以聪第二，时间16分52秒。张清锦以17分完成咗赛事第三名，时间比上届第7咧快好多。花地马成为女 B 嘅大赢家，前10分中有4名咧都系佢哋嘅学生，而且包办咗前2名。卫冕成功，心情点啊？兴奋嘅，但系好攰咯。虽然赢咗冠军，林双友对今届嘅成绩咧唔系太满意啫。今年练少咗啊。但系其实对今年都系有期望嘅，其实。有期望。都系有啲失望啦。咁升组未啊？下一年升 A 组。升 A 组嘅话，其实对自己有啲咩目标咧？升 A 组。繼續保持咁好成績咯。如果升 A 組嘅話，你覺得最大嘅競爭對手會係邊個咧？我覺得係鐵人。第二場男 B 28人啊報名角逐，一槍過鬥5500米，即係4個大圈。近年月華咧係男 B 嘅霸主，今屆派出6名嘅選手參賽，志在必得。359號葉永道稍稍大前，盛若新5號嘅盧日呢緊隨其後，其他跑手咧都係跟得好貼噶。開賽冇甩，葉永道、盧日呢嚟個速戰速決。陳志聰、黃志龍咧暫時排第三、第四，一個上山落山嘅比拼就分出勝負。葉永道咧好快就霸住咗第一位。月华嘅郭文浩咧升上第三，第一圈尾声，叶永涛带嚟第二位嘅卢日呢，差不多20几米。郭文浩继续咧守喺第三位，之后嘅选手各自都拉开咗距离，条队咧都系几长下噶。首度升上南边嘅叶永涛，第二圈咧扩大优势，第一位咧几稳阵下噶。第二位嘅争持咧仲激烈啲，郭文浩吊住卢日希。叶永道快放之余，郭文涛都过埋卢日希进占第二。356号陈百希咧上到第四啦。叶永道就系名将叶胜涛嘅弟弟。
五年班嘅时候就跟哥哥练跑噶啦，实力咧超晒班，无惊无险率先进入第三圈。第二三位之争，上届第四嘅郭文浩同卢日希仲未有好明显嘅胜负。中段再入，郭文浩咧终于有突破，独占咗第二位。陈柏希咧又向前三嘅卢日希发动进攻。前二咧冇乜变化，陈柏希尾段终于过埋卢日希，月华三姐啊抢晒前三位。最终叶永涛由头带到尾，以17:08夺得咗男 B 冠军，完成任务。郭文浩17:33得亚军，陈柏希上届第六，今届就第三，时间18:10。开心咯，同埋兴奋啊！点解会咁开心同咁兴奋咧？其实因为上一年都系跑第四啊嘛，输咗嗰阵，跟住今年疫情完之后，自己练习勤力咗，跟住就进步又大咗又。对自己个时间满唔满意咧？其实都算满意。有冇自己喺越野跑又或者喺中长距离方面，自己有冇啲咩目标咧？谂住。5000破下哥个纪录，有冇信心咧？其实都有，如果 keep 住呢个进度状况啊。现在到重头戏女 A， 一如以往跑四个大圈，5500米，11个人报名，5个嚟自镜坪，初段咧全部谷晒上前，睇下有冇机会突破。近年高年级组别成绩一般的困局，第一圈尾声39号浸信的麦晓康突破到第三，钟永耀、李佩珊形成夹击之势，第一次到了死亡双斜路，正式见真章了。钟永耀、李佩珊带住跑，前六名的距离暂时都是很少，双斜路之后形势大变，麦晓康、李佩珊双双带出几个身位，钟永耀退到落第三。247号中葡职中的罗依林排第四，176号梁家慧排第五。松山健康径第二大考验是缆车附近的小山丘，落完车再上再落。李佩珊、麦晓康仲是叮当码头，罗依林升到第三，梁家慧第四，李佩珊上届第二，今届谂住冇乜对手，点知杀出个麦晓康。呢位浸信学生上年十月才至正式练跑。第一次参赛嚟到第二圈尾段，表现都系 O K 噶。后边嘅对手咧被甩开一段距离啦。前两名选手咧气氛都系几轻松噃，竟然咧有交流添啊！罗依林已经啊威胁唔到前面两位，李佩珊、麦晓康斗到第三圈仲未分胜负。第二集团争第三、第四、第五咧同样紧凑。咪嚟到缆车嘅位置。又一次突破性的发展，李佩珊、麦晓康上山之前仲系拍住相，在山路之上，麦晓康突然发力，甩开了李佩珊。中葡职中的罗依林、吴美仪守住第三、第四，麦晓康突围成功，之后不断将优势扩大，但圈速5:50左右，未算太过快嘅啫。李佩珊等等亦都明显慢咗落嚟。麦晓康大过呢两条斜路，进入最后一圈。稳打稳扎就冠军在望啦。李佩珊顶住第二，尚算稳阵。麦晓康今场真系一击即中，一鸣惊人。最终以22:49率先完成赛事，成为今届女 A 冠军。李佩珊以23:27保持第二名。吴美仪最后一圈压过咗罗依林，以第三名冲过终点。罗依林第四，镜坪梁家慧第五。麦晓康今年一击即中，一参赛就攞女 A 冠军，真系传奇啦！的确都几开心。有冇自己
預期之內定預期之外咧？其實你話你好有把握㗎係嘛？其實有啲預期之外咯，我即係都未諗過自己會即係跑得咁好。其實我覺得我可以做到更好咯，因為我哋嗰個高中係我係音職班。跟住因為有好多嘢都係有關音樂，跟住教到我有啲冇時間去訓練咯。但係我自己都有 keep 住練嘅，但係即係可能唔同人哋有咁多時間可以自己去練，所以我希望下年可以把更多嘢即係專注喺跑步嗰度。下一年會集中啲嘅話，咁你希望自己嗰個成績啊，會去到啲咩程度咯？覺得希望可以破紀錄啦。之前是自己練的，但是就沒有參加比賽的。為什麼不參加比賽呢？我想到有把握的時候才比賽，即是我如果覺得我沒有把握，我不會去比賽。那為什麼今年就覺得自己就有把握呢？其實因為我覺得我自己練得差不多，差不多就是就比賽。今場壓軸大戰，南非37人上陣，一槍過分勝負。353號嚟自越華嘅李家俊成為咗擂台等，能否衛冕而且跑入21分鐘之內成為咗焦點？李家俊係一如所料率先唱出，人馬搭檔。322號被盜嘅鄭世傑咧排第二，前屆冠軍盧孝嘅容榮樂首位第三，其他選手咧距離都係差少少嘅啫。第一圈尾段前十位咧拉松咗啲，賽事首個高潮喺長命者咧出現，鄭世傑突然外檔發力，成功超越咗李家俊，進佔第一，頭威頭勢。不過南 A 咧鬥6850米五個大圈，李家俊一進入第二圈平路就還以顏色，從鄭世傑手上搶翻個頭位翻嚟。咪嚟到纜車位置，李家俊咧漸漸甩開對手。容榮樂上到第二位，新壞的李敬傑排第三，盧孝、李建林第四，鄭世傑跌到落第五。李家俊今年高三畢業，最後一搏了，頭兩圈的分段時間都差不多是3分50左右。比賽已經分開了3個集團，第二三位的爭持相當激烈，鄭世傑很快被一眾的對手過曬頭。嚟到第三圈初段，李家俊一馬當先，賽事沒有大的懸念。容榮樂、李敬傑咧爭第二咧，仲刺激。新華鄧家偉排第四，後邊咧未見到對手。第三圈中段，李家俊有20秒左右嘅優勢，再冇啊挑戰者啦。比落後嘅對手快咗一個圈。第二三位咧又未分出勝負。近年南威成績最好係葉聖圖嘅20分19。李家俊一心要打破師兄的紀錄。第二三位第三圈尾段有變化，李敬傑似乎壓過了容榮樂，李家俊第三四圈慢了下來，破紀錄有點難了。李敬傑上屆男 B 第十，今屆升組進步相當之大，容榮樂上屆三甲不入，今屆打勝12分精神。第四圈前三名各自拉開了距離，第四、五、六位有得爭，要話陳志樂、嚴子偉夾擊鄧家偉，保持住呢股氣勢，有機會幫助越華攞埋團體冠軍添。最後一圈，李家俊要快馬加鞭，李敬傑咧越戰越勇，最終李家俊幾乎由頭大到尾，超班地第一個衝過終點。但成績21分27秒，比上屆要慢噶。李敬傑尾段縮短咗同李家俊之間嘅距離，以21分33秒獲得亞軍。容榮樂第三，22分12秒，成績同埋時間都係比上屆有進步。陳子樂第四，嚴子偉第五。李家俊卫冕成功，但同上届一样唔太满意成绩。
其實自己都唔係太滿意，因為時間都比上年慢咯，慢咗十秒到啦。點解會咁啊？因為舊年都訪問你嘅時候咧，你希望可以衝進21秒內啦，但係今年嘅成績不進反退，其實咩原因咧？可能身體未完全恢復咯，即係跑到第三圈嗰陣就即係隻手膊頭嗰位就好硬咯。擺唔係好擺得好順咯，擺臂嗰度，跟住就同埋係越嚟越辛苦，跟住跌咗啲時間又。咁依家其實覺得自己嗰個瓶頸喺邊度咧？點解似乎同自己嗰個期望有啲落差喎？其實唔係，可能因為訓練主要而家即係集中喺呢個運動場，即係主要練千五，咁所以可能少咗練越野跑咯，就冇發揮得咁好。咁未來個重心都會放翻喺1500啊，或者係其他嘅距離啦。係。李家俊呢幾年由試做開始，一直贏到男 A， 轉眼之間咧又畢業啦。佢又點睇呢段學界越野跑嘅生涯咧？開頭兩年就即係冇乜點專注係越野跑嘅，就即係試做嗰陣啦。咁過完試做 B 組就開始覺得呢個賽事都好似幾重要，咁就即係會放多啲心思去練下斜路啊，跑多啲重山咁咯，跟住就一直咁樣 keep 住練咯。但係好似即係照咁樣睇，就好似每即係大 B 啦個時間都係會慢過細 B， 咁大 A 嘅時間又係慢過細 A 咁樣，咁所以都總括都唔算太滿意啊對自己。即係就咁睇，真係越野跑真係好辛苦，即係點跑都好似特別辛苦咁咯。即係就算係慢咗，一啲都唔會好輕鬆。即係你跑公路嘅話，你自己慢咗係會 feel 到噶嘛，會加翻上去。但係越野跑你慢咗就會一直咁樣跌咯，即係好難加翻上去咁樣。係比嗰啲運動場嗰種難跑啊。唔 enjoy 嘅咧自己。辛苦。學界嘅田徑賽都有自己嘅 final year 啦，其實有啲咩期望咧？其實真係就係衝擊少年千五紀錄先啦，4:16咯，破唔破到聖徒嗰個紀錄？有冇機會咧？覺得自己應該好好啲，因為而家都係主要放喺運動場啊嘛，那個訓練嗰度。睇完單項團體獎方面，越華再一次成為男子大贏家，霸辦咗男 A、男 B、男 C 嘅團體冠軍。鏡平就攞咗男 B 嘅冠軍，男 B 嘅團體錦標就落咗喺福建學校手中。鏡平則稱霸女子低年級組別，分別奪得女 C、女 B、女 E 嘅團體冠軍。花地馬就獲得咗女 B 嘅團體冠軍。睇到呢度，今集嘅時間又到啦。疫情之下，今屆比賽咧有好多不同之處，不變嘅係同學們嘅鬥心。2020-2021學年學界比賽由越野跑拉開序幕，好嘅開始就為成功嘅一本。希望今屆全部嘅學界比賽都無風無浪，順風順水。大家要繼續留意我哋動感教青嘅體育賽事重温啦噃，拜拜。